到。小鹿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谁呀？他是。你是谁啊？他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就是那女的。哪女的呀？什么那女的呀？不是，小鹿，那个这样，你先回去，回头啊，我慢慢给你解释啊。你跟我解释什么？你昨天晚上让我等，你现在让我等，你现在当着这个女的面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你跟她是什么关系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怎么还没活明白呀？她说让你等等的意思就是想跟你分手，不好意思直说，明白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小鹿，你干嘛非得这样搞得大家都很难堪嘛？我等你七年了，七年了，这不正好吗？你没听过七年之痒啊？差不多也该分手了，还不赶紧滚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让谁闭嘴呢？我就让你闭嘴！怎么了？谁闭嘴？就让你闭嘴！谁闭嘴？就让你闭嘴！小鹿，告你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！小鹿，你冷静点！他打我！你敢跟小鹿动手？美女，这儿跟你没关系啊！小鹿，小鹿，你知不知道我最烦你就这样，每天都唠叨什么什么七年、七年、七年。烦不烦的？不是七年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拿我这儿有张银行卡，2万块钱，拿着算是补偿，行不行？你误谁呀你？哎，美女，这你就不对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来来来，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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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动我！动手是不是？你还动手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！我好好跟你说，好说好在，行不行？一会儿好好说，别了，哎。好好说，行不行？好说好在，行不行？哎，住手！别这样！哎，哥们儿，你干什么？哥们儿，出英雄是不是？谁没有打你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对呀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轻点，轻点！哎哎，再动我就把你手给折断，听到没有？跟这女士道歉，啊？说！哎，美女，对不起啊。跟小鹿道歉。行啊，小鹿啊，你找别人帮你来打我，说啊说啊，这，小鹿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行不行啊？林俊，放了他，少跟他废话。走啊。没事吧？你们等着瞧，啊，走着瞧。你没事吧？